小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究极巨人时间巨人，它融合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强大时间能量，里面有我们宝龙图斯，我们的重卡科尔，还有我们的狮王凯恩。那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吧。超大型时间巨人登场。我们的时间巨人有什么形态呢？有人类形态，还有暴龙形态，还有狮王形态。那让我们都一一展示的拼装起来吧。现在有请我们的小助手帮我们把这个时间巨人来拼起来吧。哇哦，这么快就合体成为一个呢？哇哦，好，那我们开始下一个。快速合起来，我们相信小助手是可以的，我们一起给他加油。说可以就可以，你们加油的对。我先给你把狮王形态和人类形态和狮王形态看一下，再拼货车形态。好像是我们恐龙的尾巴是吗？是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它拼成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安好了，然后再安好这个就可以变成人类形态，你这个脸就是人类形态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人类形态。再把它变成恐龙形态，转圈圈，哇，这是我们的狮王形态。狮王形态，让我们再转起来。看，这是狮子的胡子，所以它是狮王形态。你看，这就是狮子的脚纹，这个是人类形态。把它转到这儿，它就是人类形态。这个现在是暴龙形态，是红色的脸。我们暴龙形态，蓝色的时间形态才能算是货车形态。时间巨人变身合体成功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肩膀是我们的狮王凯恩，这个手臂是我们的暴龙迪瓦，还有两个脚丫，还有我们这边暴龙迪瓦的头是这边的肩膀，还有我们狮王凯恩看起来像个盾牌，这个就是我们时间巨人的背部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把它拆分成独立的个体吧。这个是这样卸的，卸掉吧。能量，马上我们就要拼好了，大腿安上啊，安上这里，开一下，好。拼好了，该把他们的武器弄上，闪亮登场了，把他的武器弄上去，武器弄上去，我们暴龙安好了，我们的暴龙吐司，它是我们的暴龙，它是我们的暴龙王，它是我们的时间巨人抬出的货车，它也可以变成机器人，它是我们的狮王凯恩，它这个狮子也是动物王，所以它是百兽之王，而且它还有尾巴可以动，我们忘把这个尾巴收起来吧。它带的是飞行气炮，它带的是我们的加农炮，它就没有武器，他们的武器是他们就能变成他们的手臂，手臂也有武器，就是这边的这个合起是一个棒子，你再拿它的尾巴就可以变成它的这个能量棒，所以它就可以打败怪兽，而且在最后一集时间巨人合体他们还打败了超级外星怪。现在他们要出去战斗了，都带上了他们的武器，出发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喽！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
再见。